没我师傅是吧？这酒就我们自个儿是吧？那我坦荡荡，我坐中间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有没有坐吧？九个人，不用不用想了。对，我说不会犯第一期的错误了。没有，我也是没有靠背了。坐着聊，坐着聊，坐着聊，坐着聊。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不是不是，坐着聊，挨着我，一定挨着我，一定挨着我。这会儿就不用了，快快。真的，咱没有领导，怎么做呀？怎么做都行，赶紧的吧。还按那天那么做吧，头一期。我看这凳子腿儿，就没人敢挨着我吗？啊，我挨着您，就是，又是吃饭局了，这有服务员吗？这是我们自己点菜呀、啊，还有，我们准备了，稍等一下，以为还能点个地三鲜啊，肉段烧茄子呀、啊，别想。别想你那个菜，这在这地儿的都不太能有，好家伙！上海看来是没戏了。上菜吧？不是什么意思？上菜呀、啊？我还真饿。上菜吧，再不上菜我把这面包吃了。哪有面包啊？这不是面包吗？你呀、啊，完了你！哎呀，看看眼睛去吧。哎呀，来喽！哦，青椒炒鸡蛋，小鲫鱼儿，我可真不客气了。哎，拿回。尖椒炒鸡蛋嘛，东北有摊鸡蛋炒辣椒嘛。怎么那么咸呢？哎，没米饭可不咸吗？这有点东北口的感觉。太咸了，我都觉得咸。哎，上菜上菜，北方菜啊，这是，这也够咸的，这有点咸了，那该淘汰。那会儿天津家里小时候老做这个，我怎么觉得这不是，有鸡蛋酱的意思了哈？我怎么觉得是中午，咱们那个工作餐剩的呀？肯定又埋着雷呢，又有鬼。哎，这菜单在哪儿？让我看一眼。我怎么觉得这不是那会儿天津家里小时候老做这个，东北口的咸。邻居他住我们小区，我们一个小区的，这样呢，拼车方便。导演，罗哥住哪个小区？来，你说说。这个菜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厨子做的。首先这个鱼，搁那么些甜面酱，而且第二个菜。绝对是拿甜面酱炒的鸡蛋往里呛的辣椒，这个上海这个厨子不可能他那么爱用甜面酱，而且这个俩菜都那么咸，特别像我师傅跟我师娘炒的。我打算上后厨看看去。后厨在哪儿啊？后厨在哪儿？这家伙，我一猜就是您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首先，这个上海厨子不可能爱用那么大甜面酱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要是来吧，你先等一会儿，等会儿，栾哥，队长哪儿去了？菜都在哪儿呢？菜在哪儿背着呢？太磨叽了，对不对？我琢磨着，我先截他们一道，我先吃。师傅，哎，您辛苦。哎呦慌，这个贼他来了。不，您给我们做饭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太感动了，师傅，我从来没吃过师傅。啊，我先做给栾云平吧。这个菜其实就是鸡蛋炒辣椒，但是我们家那会儿开小饭馆的时候管它叫救命菜，因为这当年最没辙的时候靠着他救的命啊，所以说栾云平他们可能会吃得出来啊。王九龙是天津人，因为天津人对吃鱼啊都有一套，
啊，因为他能了解家里做鱼的手法。另外，其实也是通过这个鱼啊，告诉他，哎，凡什么事儿都要留有余地。哎，这个凡是我们家的孩子应该都吃过，但主要是他师娘做的多。嗯，尝尝我的，看看有多难吃啊！我的手艺就是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啊！但是谁要剩下，我就跟他们翻脸。嗯，好吧，上。我猜什么来着？这么来了，就是师傅炒的。师傅，我帮帮您吧。人用黄瓜吗？就切。哎呀，您不懂，黄瓜炒鸡蛋。滚蛋！我让你给我切了，我这会儿炫花的，白费劲吗？这是雕一根黄瓜笼子，那就这颗，那颗不像。师傅，我端上去，我一会儿。滚蛋！太好了，师傅去。你看，这孟鹤堂，我让你给我切了，真是。切这么大片儿，那我就对得起的了。这个菜是专门给孟鹤堂做的，孟鹤堂必须得吃，不吃我就不开心了。嗯，这是给孟鹤堂预备的菜。川味食蔬。真的，说实话，师傅什么时候给徒弟做过饭？做过，但是我们没赶上。哎，看到了吗？等于说吃饭就这么的随意。吃吃的人都吃没了，上道菜，你们都没吃过师傅做饭，这回我算吃过了。啊？师傅做，所以咱们不能说不好，真的。谁吃过师傅做的饭，谁就骄傲，是不是？我骄傲。刚才你说咸来着？谁说咸来着？我可真没说。师傅包的蒜。师傅包的蒜。哎呦，师傅包的蒜都甜。我就要打死你，真的。哎，来点米饭，这样一盘没了。哎呦，嘎嘎香。说实话，师傅的冬瓜还确实不错。哎，啊，冬瓜泡点米饭，哎呦，太香了。东北人，你吃这个绝对不咸，辣椒不咸，原来太行不咸，那个菜特别符合我的口味。哎呀，这刘哥说的对呀，这给个大米饭没治了。对呀，我觉得这大辣椒炒的不错。青椒行。哎，怎么样？吃的还是很香的，真的。有这些冬瓜能吃的有香。对，师傅来了。师傅，吃的呢？看，我给孟鹤堂添个菜。你看，这是辣椒，不是这黄瓜。我本来有一个那个要雕刻那个龙啊，龙骑自行车的那么一个黄瓜，结果他给我毁了，他切成片了。嗨，然后那得了，就给他送个菜吧。师傅特意给我做的，这叫川味食蔬啊。哦，我一看好几个菜头，他们要扔，我就捡回来了。应该这样节约。哎，太好吃了，眼泪都快下来了啊！你要敢剩一口，就是得把你从楼上扔下去。真是师傅，这个菜所有佐料您都加到了吧？也没有，他就说您瞎放。